这个吗？这个叫瑞坤哥哥帮你变，变形金刚。对呀、啊，嗯。还有一个，爸爸，你家还有赛车嘞？对啊，咱们也是赛车。遥控车哦。啊。坐垫吗？对。你很喜欢玩那个啊？哎，那个是最小的耶。我。那个是最小的。你这写什么？那个不可以写的。对，你有这个啊，不然你这个给弟弟。我也没用喂。好，可以，好聊啊，你说。黄雨涵，选一个呗。黄雨涵，选一个。选一个，你们能绑起来。黄雨涵，我不要跑了，不要跑了，各位，快跑。心意，你这装还没装错呢呢？哎，怎么没有啊？对啊，你要从小的装到大的啊，要一个一个来。对呀、啊，那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哦，咦，你看那个小车子会跑哎，好像一台小蟑螂这样啊。哦。这一台多少钱呢、啊？168。是吗？往那边二手货。二手店呗。